哦，那书本很久了呢，快50年了，再差2年嘛，民国60年出版，那个叫读者书店啊，才15块钱，哦，现在动不动都300块了，至少有5倍了，50块了。你看古代的书，右边向左边的，80年代啊，中华民国80年代网络盛行。变成那个文字从左边向右边，左边向右边，跟输入法打字方便有关系吧？这三本哪一本历史最悠久？50年的有没有？就是这一本，然后这一本民国58年出版，一般著作权50年的话，现在108年，3月30号了吧？哦，还在研究，还需要再研究。